我身后这一款呢是东风6x4自卸汽车。现在呢我们进入驾驶室的内部，来进行讲一下这个驾驶仪表台的一些开关的说明。这个红色的开关呢是我们的双闪，也是我们的危险警报灯。这里呢是有我们一个进气出气的一个开关，这个按钮是空气内循环与外循环，这是吹风，这是空调开关，这是调温度的。这一排开关呢，第一个这是我们的点烟器，第二个是呢喇叭切换开关、干燥器开关、预热开关。这一排有四个开关呢，第一个是曲离器，这是我们伸举货箱时候需要用到的。这两个是差速锁、轴间差速锁。这里呢是我们这个车上的手刹，往上的位置是驻车状态，往下呢就是行驶状态。下面是低档，往上面是高档。一二三四五六是低档，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是高档。